小心。没事没事，别怕。看着点，看着点。小心。没事，我在。小心小心小心别。大家都没事吧？只有美，你家电箱在哪？啊，我不知道啊，可能在车库或者院子里。这个门还是打不开，现在没办法去找电箱。真有美，你们家什么情况？是不是风水不好？我们来的这几天又是山体滑坡，又是锁门，现在又是断电的，怎么回事？此话不无道理，我看这房子门开阴沉，窗朝三煞，阴气极重。啊，你可别吓我啊！大侠能不能帮我做法，斩妖除魔什么的？抱歉，这个人应该是冲我来的。还记得我吗？爸爸，认出我来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扯上其他人。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，都请到活动室集合吧。这声音从哪来的？怎么不见了？肯定是有人搞鬼，有人跟学校领导举报我们出校门吃饭，要不然好端端的搞什么重视校园食品卫生安全啊？没错，一定是学校食堂的阴谋。他们整天搞什么橘子炒玉米，月饼炒辣椒，谁要吃啊？阴谋有什么用？今天出不去了。我有办法。咋弄？这有什么新鲜的？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学校也只能管住你这种脑子一根弦的人。你说谁脑子一根弦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怎么办，福爷？我不已经告诉你出门的办法了吗？真是咋弄？但是你们千万别跟别人说，老师最近管得特别严。管得特别严，你不也能一个人带四门饭进来？哎，找谁都要咋弄？坐吧。找谁做的嘛？哇，携手行动啊，争当我们实验班的带饭侠。你，你小声点，别被别人听到啊。真的假的呀？
我也不知道，俊赫说的，还有死玉明，他俩说是真的。马欣也都做了好几张了，都没被发现。他的手工能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你怎么知道？噔噔噔噔。你什么时候有的啊？这马欣啊，前几天管我要了一张一寸照片，然后昨天就给了我这个，他神秘兮兮跟我说让我别跟别人说。你究竟告诉了多少人？也没有多少啊，我就告诉了张鹏飞一个人，可能还有他两个朋友。哎呀，他们站在一块儿嘛，我又不能把他们给轰走。你确定就这些？没有他哥们儿的七八个女朋友，还有他们的闺蜜？没有啊。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没有啊，真没有。同学们，学校太过分了，咱们要合理反抗，对吧？你们都想要出门证，对吧？那我们就要遵守一下我们的秘密行动计划的规则。这第一条就是不能讨论行动计划。第二条，不能讨论行动计划。第三条，绝对不能讨论行动计划。首先，然后，最后一步，那就是我的独家秘籍。好，走吧。他是本人，你们不是本人，你们不来了来了，慢吃啊，谢谢大爷。学校那饭真吃不了。茄土豆，茄土豆。哎，这味儿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好吃，好吃。等我回学校。学校一共发了八张特殊出门证，你们这些证从哪来的？今天不把证交出来，谁也别想从这个门出去。走啊！他们这一走，是面不得都坨了？
你虽然不是老师，但是在学校门口开店这么多年，你不知道学校为什么不让学生出门吗？不就是为了食品安全？你可倒好，这什么方便面、麻辣烫、酸辣粉，就这么灌他们呀？这不是孩子们爱吃吗？哎，这你这叫顶风作案！我要是校长，我就确定你。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我就是想给孩子们改善改善伙食。这卫生方面你一定放心啊！你看，每煮一次面，我都刷十几次锅，再看看这食材多新鲜。要不你尝尝？你骂我，吃完了以后骂我才理直气壮。不好吃，吐出来都行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尝尝尝。快快快！味道不错吧？这个看面啊，跟看人是一样，不能只顾看外表。孩子们从学校里面出来，为什么只到我家来吃？因为信任，你们就缺少信任。你强迫孩子们做出选择，初衷是好的，但是往往事与愿违。没工夫跟你叨叨，我得回去跟他们算账去。尊敬的方老师，亲爱的各位同学，今天我在这里郑重地承认错误，我不应该私自伪造公章，对班级和学校造成了不良影响。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在此郑重检讨，希望各位同学以我为戒。张富贵。下去吧。谢谢方老师。你们一个个都出息了哈，学会作假了，知道在外面是违法的，到学校里怎么就无法无天了？你们以为我发现不了是吧？我知道这些证是咱班同学做的，是谁？抓紧时间承认。没人承认是吧？那好，我就一个个问了。班长，是谁做的？老师，什么假证？我不知道。坐下吧，副班长。不知道。于明。马新野。吴天琪。都互相袒护是吧？我平时就是太惯着你们了，不想拆班就不拆，不想调座就不调，不想补课就不补，看把你们一个个惯出些毛病来。明天开始调座位。你们平时不都好成一个头吗？行，那就让你们自己写，两个人互相写到的就坐同桌，凑不到一起的就听我安排。现在就开始写，写完了交给副班长。这也太……重病下猛药，不破不立。只有改变他们几个抱团的想法，才能重新把班级凝聚成大团体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咱们肯定有内鬼，要不然死灭绝为什么就叫我名字？不会吧？谁会干那么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？这样，容老夫算上一卦。不用算了，我能猜着是谁。谁呀？咱们那新来的，秘密会议他是不是也来了？对对对，我看见他了。王冉，他为什么要告密啊？给班里捣乱呗。你们想啊，他中午从来不出去吃饭吗？他要假证干嘛呀？那不就是跟灭绝告状吗？他肯定是内鬼。可我们也没证据啊。证据是吧？这就是证据。我做的假证，刚才从灭绝办公室偷拿出来的。啊，马星野、付小颖、于明、甄优美、赵曼尔、金宇浩、冷遥相苍、蒋燕南、陈佳琪、黄美婷、李毅，
灭绝把咱们所有人的假证都没收了吧？唯独没没收他的，为啥呀？他刚转来的时候呀，还有人说他是灭绝师太的关系户呢，他们是真的。哎，我昨天还看见他鬼鬼祟祟的从办公室里面出来。但是可忍，我孰不可忍？我哥们儿得想办法。你吓我一跳！是什么时候？难道这是惊喜环节吗？看见我了吗？没看见吗？那就对了，我从来就不在这些照片里，就像我从你们之中消失了，也没人发现一样。哎，张妹儿，咱俩互相写对方吧。于明和金宇浩肯定都想跟你坐在一起，那你选谁，另一个肯定都要伤心啊。不如让他们俩坐同桌，然后坐咱俩后边，这样我每天都能看帅哥了。你想什么呢？大明星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我后半生的幸福就靠你了。就算我写了你，他们俩也不可能坐一起吧？灭绝师太不是说了吗？没有配对成功的人就听他的，到时候就有希望啦。就这么定了，你快写快写，我都写完了。什么叫这么定？没什么没什么。哇，有人照着就是不一样。你们俩都想好写谁了吗？我还没想好，你呢？其实我跟你们俩谁做都行。哎，郑有美，你不是想跟吴天琪做吗？谁说的？你说要沾沾他的仙气，哎，学神哎。我那是开玩笑的。是吗？我好像感觉他当真了，而且啊，听说他也想写你。我不管，我反正我要跟赵曼儿做。那你得看赵曼儿她想选谁。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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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我。我也跟你争，我也跟你争，我也跟你争。选我，他选我。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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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。选我，选我，选我。报告，进。汪老师，方老师还会回来吗？嗯，他应该不会回来吧？你找我有事吗？没事，谢谢王老师。错过了拍照，说出来就出来了，这特效。王然，你怎么了？在你们这些主角眼里，永远看不到我。现在你们看到我了吗？被反锁、被恐吓、被莫名其妙的侮辱，你们觉得有趣吗？特别是你，赵曼儿，意外吗？有人讨厌我，我不意外。但是会给于明在同学会上发我黑料的人，只有你。对，你根本就配不上他的喜欢。他应该知道你是多虚伪的人。我从县城来，和你们的成长环境不一样。可是仅仅不一样，就可以成为你们欺负我的原因吗？你们俩到底在说什么呀？你说我们欺负你？我们欺负他们了？啊！对不起，同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，
我没有欺负过你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害我。你就是这么虚伪。来，干杯。过去和现在都一样。你早就看到，早就知道，可是你什么都不做。我和你不一样。该做的，我一件都不会少。做了这么久的预告，也该来点真格的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猜明早的一周刊会写些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别墅里看不到，那可以看看微博。做了这么久的大明星，买过不少热搜吧？花了这么多钱，也没上过热搜第一吧？明天，我免费送你。再好好体会一下成为焦点的感觉吧。打开看一下，班主任又不会知道。不行不行，这是大家的隐私。难道你不想知道其他人都写了谁吗？嗯，反正明天公布结果的时候就知道了，急什么？可是如果你写的人没有写你，那你在全班面前多尴尬。你说对了。什么？我还想着帮你补习呢，你竟然也不选我。你在未来要做好失去真优美、傅小云两个朋友的准备了。又怎么了？他们都说好了选同桌选我的，结果他们两个一起把我涮了，这还能忍？小事儿就别问我了，朋友就是我最重要的事儿了。哎，对了，上次你说有个人要害你，那个人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谁呀？王然。怎么可能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帮帮他。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他爆料，哎，我还要帮他。还是说我帮了他，你的黑料就会消失？应该不会吧。那为什么要帮他呀？因为我很清楚，那种被世界抛弃、孤立无援的。怎么回事？最近怎么回事？电影是冲不满。今天食堂又搞出什么幺蛾子？我不去，你跟傅小颖去吧。就一起去呗，发零花钱了，一会儿我请客，请你们喝饮料。不用管我。你今天怎么了？
来大姨妈了。行了，别眉来眼去了。好好好，我的错。一起去吃饭吗？老大爷麻辣烫出了新套餐，我请你。出门卡都被没收了，怎么去啊？刚刚通知的，门禁取消了。走，吃饭去。你为什么不告诉赵曼啊？告诉他干什么呀？他都跟咱俩生气了，他肯定以为咱俩昨天都是装的。可是告诉他，他就要生金宇浩的气了。我宁愿他生的是我的气，那你也不能拉我一起下水啊！你愿意做好人好事，能不能多让我一起垫背啊？对不起啊。嗯。金宇浩。哎，好巧，你怎么没跟曼儿他们一起？我做卫生的。那一起走吧。哎，你想好同桌写谁了吗？我当然写赵曼儿啊，但是我们应该不会是同桌，不是写你就是写真由美。我应该是多出来的那个人吧？你放心，我跟真由美已经说好写对方了。真的吗？那拜托你们了。没问题。你确定他会写金宇浩吗？我不确定。啊？那咱俩不是白牺牲了？哎，我也不知道。那金宇浩拜托我，我又不能拒绝他，不好意思。啊！蓝颜祸水。哼。你怎么也来了？门禁取消了，我还不能吃完吗？哎，对了，我们明天是不是要分座位了？别提了，提到分座位我就来气。面试时他怎么想出这么损招了？而且我们班是单数，有一个人肯定会被落下，希望不是我吧。放心，如果是你被落下了，咱俩做同桌，反正也没人想跟我做。你们两个是不可能被落下的。你又知道了？我听马欣也说了，这次换座位啊，要趁机惩罚告密的人。告密的人？王冉，你也觉得是他？我觉得应该是马欣也做的假证件不过关，但他一口咬定就是王冉告的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帮帮他。这句话呢，他运用了比喻的意思，就作者将生活中奋斗忙碌的人比喻为沙漠中跋涉的旅行家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再将茶馆的比喻为
一片歇脚的绿洲，将一杯清茶所起到的功效比喻为叶泽写的是吴天琪。哎呦，强！那我们看看吴天琪同学写的是谁呢？叶泽，真优美。啥玩意儿啊？没了，哥们。叶泽，对不起啦。没了。那我们再来看看真优美写的是，真优美写的是傅小颖。行。傅小颖写的是真优美，你俩换成同位。金宇浩写的是赵曼儿。哦，赵曼儿看来有些纠结呀。赵曼儿写的是王冉。啊那我们看看王冉同学写的是谁呢？王冉写的是赵曼儿。哥们儿没了，没了。你俩换成同位吧。以后多多指教。因为我很清楚那种被世界抛弃孤立无援的感受。姐，你终于醒了，我们都开始吃了。太困了，快来吃吃啊！一口。刚刚是不是停电了？停电？没有啊。哥们儿，下点羊肉呗。哎，王冉，嗯，你知道吗？你小时候刚转过来的时候，我以为你巨讨厌我们。你知道，只要我们任何一个人踩了你的鞋，或者是弄脏了你的东西，你那个反应啊，绝了。嗯，你说对了，我那段时间可讨厌你们了，你们不知道。我的鞋上、衣服上，只要有一点脏，我奶奶就要给我洗，还舍不得用热水，劝也不听。所以啊，我真是烦死你们了。我支持你，把鞋子弄脏人，都是要挨千刀的。哎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
曼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了解我，也给了我了解大家的机会。行了，今天啊，我们就不说这么多了，来喝酒。或许从一开始我就错了，我以为错的是时过境迁的同学关系，其实真正错的是我看待世界的方式。黑料消失了。什么黑料？把你电脑借我一下呗。干嘛呀？不知道男人的电脑不能随便看的。收好你的地盘，我没兴趣。我有工作邮件没有发，手机上传不了大附件。行，那我给班长倒上。班长，好好倒。杯中酒不能空。好吧。班长喜欢那种度大一点的啤酒，再给他兑一点。啊，兑点吧。黑料消失了，看来零七年的我总算做了件好事儿。那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太不公平了，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今夜